これは誰のカメラですか？チャーシー、シェーダー、ジャオシャンジー、シーボーダ、ニーダー、ジャオシャンジー、ヨーシャオ、ヨーチン、トーシャオチエン、リャワン、リュウエン、ビニダ、ビエイ、ニーダ、ビウォーダ、ピャオリャン、シンナ、ハオマ、ヘンハオ、フェイチャン、ファンビエン、ミンティン、ウォーチュ、ディシニー、ルウエン、借我用一下好吗？好，别忘了我们的礼物。这是礼花的数码相机，又小又轻，性能很好。他的照相机比大朋友的便宜30000日元，样子很漂亮。明天有没去迪士尼乐园？他对梨花说：“借我用一下好吗？”梨花说：“好，别忘了我们的礼物。”第13課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ね。好久不见了。最近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你呢？我最近很忙，常常加班。你每天都去学校吗？每天都去。我每星期三、星期五学习汉语。是吗？你在哪学习汉语？我在丽江学院学习汉语。汉语难不难？有点难。例如也很难，但是很有意思。短文，我是公司职员，在贸易公司工作。我现在很忙，每天9点上班，5点下班，常常加班。我们星期五去立中学院学习汉语。我有一个中国朋友，他叫李华。我常跟他说汉语。我有两个孩子，男孩今年7岁，女孩今年4岁。星期日，我常跟孩子们一起玩，有时候跟家里人去外边吃饭。学校には何人学生がいますか？你们校有多少学生？有500个学生。那么多。都是学习汉语的学生吗？不，我们学校还有中国留学生。你们常跟他们说汉语吗？常说，有时候他们跟我们说日语。他们说的汉语，你都懂吗？不太懂。你有汉字词典吗？没有。这本词典很好，送你吧。太谢谢你了。这是小林的学校，他们学校有很多教室，每个教室有20张桌子和28椅子，还有一个录像机和一台电视机。他们班有20个学生，有12个女学生，8个男学生。他们星期三、星期五有课。他们学校还有一个图书室，图书室有日本书。也有中文书，还有很多中文杂志，
呼入善待。小林长久图书系借书。学校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？你名校在哪？在饭店桥车站附近。周围有什么标志？学校右边是立正友好会馆，左边是后乐园。我朋友的宿舍也在后乐园旁边，是不是后乐园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后乐园在就在我们学校后边。这星期六我去朋友那，有时间顺便来我们学校看看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听说附近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是啊，有一个很有名的游乐园，我们有时候去那的保龄球。三分，我们学校离饭店桥车站不太远，学校附近还有几个地铁站，交通很方便。学校后边是后乐园，那有很多中国留学生。立中友好会馆在学校右边，那有两个餐厅和个一个茶馆。学校左边是有名的后乐园，对面有一个运动场，东京棒球场也在学校附近。我常常跟朋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。我有两张电票，我们一起去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是日本电影还是外国电影？是香港的新电影。香港的什么呢？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同事说那是一部喜剧片，那我一定去看看。小林，你常去看电影吗？常去看电影是我的爱好之一。你还有什么爱好？游泳、爬山、旅行。这个星期日我想和朋友一起去滑雪。你的爱好真多。我现在还想学弹钢琴，你还有时间学汉语吗？